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关心今天发生了哪些事。热力四射的中东肚皮舞舞动现场热闹高亢的气氛，而青春活力的排舞则展现轻松快节奏、团体一致性的表演。这是在海洋大学娱乐馆，由行政院体委会指导，基隆市和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办理的2012年全国舞艺展演大会，总共有来自全国各县市，包括圆脊舞、柔力球、土风舞等九项竞赛，4000人齐聚一堂，以舞会友。昨天晚上很多都到基隆来住宿了，对基隆的经济上，也有一点小小的帮忙，所以希望多办这种活动，让我们基隆市本身这些全民运动的水准提高，和别的县市大家多多观摩，提升我们自己的运动水准。副总统吴敦义亲自到场参加开幕典礼仪式，为热爱舞蹈的朋友加油打气。而包括市长张通龙、议长黄锦泰、立委徐少平和谢国良都认为，举办这场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推广全民运动，让大家舞出健康、舞出美丽、舞出幸福。昨天晚上在下雨，今天各位来到基隆，风和日丽，这表达了基隆市的市民朋友对于各位来自全国的武林高手非常诚挚的欢迎大家来到北洋。今天的活动让我们基隆市整个都快乐起来，让我们整个基隆市跟我们所有的武林高手一样，都舞出健康，舞出快乐。全国都舞起来，让全国的老百姓舞出美丽，舞出健康。国良在这边祝福今天全国舞艺展演圆满顺利成功，大家舞出开心，舞出健康，谢谢大家。除了选手之外，现场也挤满参观表演的民众，感受各种舞蹈舞艺的魅力。记者吴俊松采访报道。